讲的好像外挂现在人很好，让给我们过人很好。然后他是一耳粉，他没有遇到我也是会等啊，刚刚已经证实了。哎，没有收到了，太可惜了。月光水城，哎，诺亚，哎，好，认真一轮了。聊天室比我早发现技能，我都没发现。可恶，被挡到了。哦，又甩，果然是死亡楼梯。真的世代，欸，我跟他差快十岁了吧？哎，嗷嗷安安。真的，又想到最后被超车，可恶！冰山滑雪场，哎，诺亚，哎，怎么排外挂嘞？哎喂啊，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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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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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冲进去！哎，没进去。哎，下路不能看到别人几分哦。哎，可以耶。哦，好多2700、2800了，好猛啊！刚才一个恍神，你知道？被压得没气了。
太神了、啊，刷起来！难得的认真村，2700的哦。哇，没遇到，分数什么都是浮云，遇到外挂还是一切。再来，哎、欸，没有外挂了，反而是来一个现实中的外挂，那个速度有点快的高手，哎，没外挂我好无聊、哦，我整个没有动力了，没动力了。没动力了，我不然放到一颗气耶！天哪、啊，我刚一颗气突然不见了。我刚推到他顶到诺亚，是不是啊，各位观众？来到了心魔湾，等一下来个心魔湾，究竟这一次能不能度过我们心魔湾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心魔湾！啊，第一名 ，nice！ 我打，太神了，差点就被心魔湾给坑了，4-1。恭喜4-1，怎样？还比分哦？大家都说我老了，我认真起来也是很厉害的啊！各位观众，重回2700，28岁的春春回到以前的职业实力了，有没有？认真起来也是不一样了。哦，好累哦！天哪，我这认真跑比随便跑还累。但是心魔湾的最后一关，重返荣耀。